山云漫漫，爱夜夜，无独和无茫茫，爱夜夜，夜郎孤笛多传说，哎，茶花最生动，最生动，哎。喂，胡总，舰长接到了，但是不在我们车上。舰长都搞不定，叫你去是打酱油啊？胡总，人家都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我不管啊，舰长搞不定，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本末倒置啊。王先生，这个车的水温实在是太高了，跑不动了，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好吧。喂。考虑好了吗？是辞职来深圳，还是离婚？轩，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事业。况且，咱们互敬互爱，干嘛非要走这一步呢？爱我。爱我却离我十万八千里，然后和他长相厮守。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明白呀。江珊珊呀，他不是在云头山吗？江珊珊，你在瞎想什么呀？这么多年了，我压根也没见过他呀。干脆点儿，你还要这个家吗？当然要了。好，我和明明在深圳等你。喂。王县长，您看胡总交给的任务我这儿没有完成，回去是要挨骂的。告诉你们胡总，他的心意我心领了。哎，朋友，让一下路，云上村的孩子食物中毒，去晚了是要出人命的。小严，快。好嘞，马上给你让啊。燕儿，跟上前面的救护车去云上村。好的，县长。喂，是尤老五吧？你家娃昨天是和鱼中毒了，现在正送往医院抢救，请你马上回来。校长，你还上课吗？今天杨老师给你们上课，回去吧。你是校长？你是谁？娃娃要转学，改天来办手续，今天办不了。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怎么做的？哎，医生，打扰问一下，孩子们怎么样了？你是村里负责人吗？是。那赶紧交费去。好，小杨，快去交费。对，好。好。病情严重的已经送到县城医院去了，这里留下的都是中毒轻的。这位老太太幸亏只喝了点汤。
高奶奶，怎么样啊？我没事，但愿我豆花也没事，要不然我怎么上他父母去交代呀？大夫，交给我吧，您去忙吧。好。奶奶。这帮小学生到大泥沟去抓鱼煮来吃，给我这个手脚不便的老太婆一碗汤，没想到会出这件事。大泥沟，这个女的，顾总说了，抓住这个女的，重重的有赏。走。云上镇吗？让你们镇长接电话。镇长去县人那开会去了。书记呢？书记也不在，去省城跑项目去了。哎，你是谁呀？这么大口气，你以为你是县长啊？想找谁就找谁。我就是云头山县代理县长王云农，县你们乡所有的干部。半小时之内必须赶到云上寨，否则年终考核将一票否决。老子还以为你死哪儿去了。行，改天再聚。嘘，你那个小秘记得带来啊。这个姓王的还不来，他几个意思啊？面还没露，就给咱俩一个下马威，他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你们没给他配合车吗？有啊，巡洋舰。昨天我还叫白梅带着司机去三江接他，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哼，这侍卫也真是啊，韩县长外调，你这个最熟悉云头山的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继任县长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怎么空降这么一个外人来这儿捣乱？不要信口雌黄，生怕别人听不见是吧？哎，我信口雌黄？你到里边去问问，有哪个人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姓胡的，倒着走。你还是少说两句吧。哎，我少说两句，我凭什么呀？哎，小燕儿。先把豆花送到政府的招待所，让那里的服务员识别照看一下，然后把老人家安全地送到三江敬老院，跟他们院长说一声，等我到三江时再给他们缴费。好的，王县长。嗯。我提醒诸位啊，这里是协商云头山发展的会议室，不是农贸市场，请逛庙会者马上离开。工作人员，没收所有手机。
个是云上镇的赵来新镇长。我知道全镇有多少个自然村吗？24个。你说的是行政村。云上大大小小的村寨共计98个。知道全镇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有多少个吗？我来告诉你吧，空巢老人385个，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107个，留守儿童1036人，3岁以下的581个。你就是个糊涂镇长。我，你所管辖的云上村现在出了大事，还不赶紧去处理？有什么事情赶紧汇报。王县长，赵来新是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就更应该关心人民。还有什么事情比人民关心的事情大？一旦景观工程竣工，我们云头山将变成一条腾飞的龙，西岭是龙尾，整个工程将成为云头山的地标景观。我想问一下工程造价。1.2亿。也就是说我们全县的干部半年不吃不喝才能够完成。王县长，拿钱的是他们云山矿业。对对对，我们不要县财政一分钱。云山矿业从无到有，从名不见经传到闻名大西南，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是我们回报父老乡亲的时候了。这有钱就是任性。没有。但我想问一下，花这么多钱建一个景观工程有必要吗？不，当然有必要，让来云头山的客人看见，因为云山矿业云头山富了。是真的富了吗？我早就知道了，云头山的财政收入是全市最高，比我之前工作的三江要高出几倍。再来的路上经过云头山3个乡镇、16个行政村，看到的全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几乎看不到一个能下地干活的人。这些老人和孩子没有任何的生活保障，这能叫云头山富了吗？就在今天，云上寨一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误食了毒河鱼，情况严重得很，现在这命能保住保不住还是个未知数。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他们真的是富裕，还用外出打工讨生活吗？这种悲剧还能发生吗？王县长，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景观工程。我知道，我跑题了。那我问问大家伙，如果我们口袋里只有10块钱，是先填饱自己饿得咕咕响的肚子呢，还是到理发店去做一个漂亮的发型啊？端端那件事儿，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蒋书记也真是多事。县财政没拿一分钱，搞什么批论着？我云山矿业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事儿要不是你李书记提出来，我一个钢镚都不出。就算景观工程下马，你的1.2亿也省不下来。粉要往脸上抹，抹屁股的事儿我不干。不要图口舌之快，有些事儿政府为了财政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你自己应该心里清楚，迟早有一天有人会拿着利剑刺向你这儿。哎，不，这样做对云头山有什么好处啊？李书记，王县长说他直接去招待所，晚饭就不来了，另外他还嘱咐不要铺张浪费。诸位，我晚上还有点事儿，不吃了。你们开始吧。哎，
这什么情况？哎，来来来，吃吧，吃吃吃，来我们吃我们吃。哪个记者来咱们矿上拍照片了，让他给跑了。来，慢点。哎，胡总，胡总，胡总，那个女记者，走。你别咋咋呼呼的，你俩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好，行，哎，走，小心点儿。王云龙，江珊珊，果真是你啊！我是不是老子认不出来了？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出你。哎，你女儿啊？算是吧。阿姨抱抱。胡总不愧是美女控，这么多情。我爱美女是不假，你绝对是云头山的头号美女，可是姓王的不动心，不上你的床，哦不对，不上你的车，这没有道理啊。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啊？没有不偷心的猫，对付这样的男人不光用胸，还得用脑。王云龙，嗯，从我的包里拿花露水来。喂，璇，你再给我点时间考虑好吗？考虑什么？就你那穷县长有什么好当的？要什么没什么。人总不能唯利是图吧？别跟我谈高尚，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能给我和明明什么？明天我就正式到香港那边任职。明明这几天感冒严重，你得回来照顾他。照顾明明，不是还有保姆吗？那就离婚，我。明明都跟保姆过得了，成全你和他。好了，璇，别生气了，我这边还有正经事儿。少扯，你到鱼童山屁股都没坐热呢吧？除非是死了人。还真让你说对了，云上寨的几个留守儿童误食了毒河鱼，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现在也在医院呢。你跟赵璇在闹分手啊？没有啊，我们挺好的。你哪儿在医院啊？分明是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不敢说啊？我跟你是巧遇，有什么好说的？哎呀，明天我还得去趟深圳。灭火去吧。哎，这河鱼从哪儿来的？云上寨还有大泥沟。我就纳闷了，我也吃云头山的河鱼长大的，从未中毒过。这就对了，云上寨的老人们也是这样说的。我断定河鱼是被污染。被污染？嗯。污染源呢？我的县长大人，您初来乍到当然还不了解情况，不过往后你会知道的。你在暗中调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得查清楚。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豆花交给我了。好吧。啊，这个别忘了给豆花。嗯。大泥沟。到任云头山就发生这样的群体性安全事件，对于我王云龙来说，这是一份大礼。
如果我不作为，不把云上村留守儿童食物中毒事件的缘由查清，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嘱托，更对不起云头山县代理县长肩上的这份责任。各位局长，你们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也同我一样。喂，许安，我在开会呢。吴总都已经跟我说了，60万的年薪都请不动你。云头山到底有什么魔力？这不是钱的问题啊。那就是你根本不爱我和明明，已经移情别恋，爱上了他。你在瞎想什么？瞎想？你一直不愿意辞职来深圳，是留恋你头上的乌纱帽，还是远离我的视线？跟江珊珊更接近些吧。别说这么难听，这你的工作是事业，我的工作也是事业。这至于这江珊珊，我跟她真没什么。事业？你的事业能养家吗？我赚的钱是没你多，所以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你不觉得你像个无赖吗？我既负责貌美如花，又得赚钱养家，那这个家还要你干什么？做你的绿叶啊，陪伴你这朵鲜花。你等着，我寄离婚协议给你。哎，许安，喂。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难过，家里有什么困难请你说出来，政府尽量帮你们解决。家里还能有什么？不就没钱吗？这才丢下娃出去，没想到娃就出事了。张局长，你给我出来一下。你马上安排对这两个孩子的家庭分别进行救助。王县长，以往的救助标准只有5000万。王县长，5000块钱确实太少。这样吧，我们云山矿业再给每个家庭10000块钱。胡总是个良心企业家。哎，不敢不敢，毕竟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大家都很痛心，也没办法，只能表表心意。猫哭耗子假慈悲。哎，王县长，现在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孩子们都在抢救，情况不容乐观。李书记，王县长让我代他请个假，说他的意见已经向代表们表明了。他人呢？他到云上镇调研扶贫去了。哼，大热的天儿作秀。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王县长的工作我还是支持的。啊，别光嘴上说，行动你懂的。好。天乐，天乐，来给你介绍一下县长天乐。认识了。本来呢是咱镇上的小学老师，可是咱村子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村子里选个村长都难，所以天乐就自动请缨回来了。现在既是村主任，又是校长，又是咱们小学的老师，而且天乐啊，平时还顺带照顾咱老人和孩子们。王校长能有如此奉献的精神，真的非常好。对不起。村里面没有饮水吗？上百年了，村里都靠储存雨水活命，老天不下雨，水窖也没有水，就只能倒沟笔拖。为什么不修建饮水工程？村里也想过修建饮水工程，可劳力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农户的款又凑不出来。我跑了好几趟镇政府，那可赵镇长就是让我等。县长，你也不是不知道，在咱这儿修一处饮水工程至少要50万，不是我抠，实在镇里真没钱。这样吧，
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县里面帮你们想办法解决问题。好，谢谢县长，县长，谢谢，谢谢。回镇上去拉水。同志们，走，拉水去。乡亲们，来，一个接一个。当心点儿，大家都有。来，您的。王县长，云山矿业的白梅小姐给咱村民们送水来了。来，来，打完水，谢谢。县长，您客气了，对对，不用谢我。是我们胡总得知您下村抗旱，特地呀叫我来支持的。难得胡总还有此心，我替父老乡亲们谢谢胡总。举手之劳的小事，客气什么？倒是县长您深入基层，体恤民情，那才是咱们云头山之福。大伙说是不是啊？好，好，好。大爷，给您来送水了。县长，大爷是聋哑人，听不见。哦。县长，让咱坐。好。来，县长，你先坐。这平时啊，就大爷自己一个人在家，儿子媳妇都去城里打工了。嗯。平时见不到人，所以一来人呐，高兴得不得了。啊。你别看年纪大，你看自己还种着茶叶呢。是啊。来，倒这个。普安雁湖。配普安红，嗯，佳品，您尝出来了，当然。来，您再尝尝这个。嗯，上好的四球古茶。您真不愧是品茶高手，家乡的味道怎能忘记啊？你看看这个，这是茶之祖，古茶子化石模型。嗯，茶的发源地，自然产好茶。是。可是县长，这种茶，农户们都不赚钱，之前建的茶厂，也没有人管理，但是，我们镇对种茶扶贫工作是下够大力气的。我不否认你们的工作，你看，现在的马路也修好了，茶厂也建好了，为什么留不住人？你考虑过吗？都是因为我们对口的扶贫工作没有做好，荒废了我们自身的优势资源，这农户们在家门口找不到钱，自然得到外面去讨金了。对，来，县长。嗯，王妈。人呢？没了，跑得够快的。刚才还在家没了，说没就没了。你等着，让我抓着他。走，走。请进。这么晚还没下班？你下班吧，这里我来收拾。你怎么这个装扮，跟地下党似的？我现在就是地下党，走到哪里都有尾巴。刚才我又被人跟踪了。还有人跟踪你？还发那样的微信，这至于吗？女人遇到了危险，需要的不就是男人吗？你直接说明不就得了？哎，对了，豆花呢？嗯。睡着了，你这几天下乡跑得怎么样啊？比我想象中严峻。
有什么不对？他们不会与你晋王一起使了。对了，那些河鱼已经烧给了省里最权威的检测专家，结果马上就出来。嗯，幸好是韩县长的同学，过渡鱼的手续总算有了眉目了。环保厅呢？拿钱使劲砸，钱不够我再给你转。环保厅的手续最关键了。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给他们送的土特产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如果没猜错的话，一定是那个姓江的女记者在作梗。一个记者而已，有那么大的能量吗？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姓江的女记者跟新来的王县长搅在一起，而且关系不一般。大海，没凭没据，不要造谣。没凭没据，李书记，你怎么能干这种龌龊事？随意拍到的，你们看完就删。看来云盛开矿的事儿，还暂时不能向王县长做汇报。对，要瞒天过海，胡扯。云上开矿是为了当地老百姓能奔小康，过上好日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如果那个女记者在王县长面前搬弄是非，事情准黄。窝囊废，连个女人都搞不定。这个女人又在省报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把矛头指向我们云山矿业。可怕呀，这个女人跟新来的县长又搞在一起，恐怕是凶多吉少。真到那一天，大伙都得吃屎。人肉搜索这个女人，看看她和姓王的是什么关系。胡总，这要是姓王的后院起火，绯闻满天，看他怎么在云头山混。两手准备满，拉不过来就让他走人。我们的车坏了，昨天拖进汽修厂修理了。李江涛副书记特别安排，让云山矿业的白梅送来这辆车做您的专车，车的手续很快就会过户到县政府的名下。这可不行，等修理厂我们的车修理好后，赶紧把这个车还回去。记住了，河鱼的检测结果出来了，砷含量高出100倍，就是造成云上寨这次食物中毒的原因。砷的含量为什么这么高？污染。污染源在哪？小杨，去古驿道。哎，珊珊。嗯。为啥要汽车步行啊？傻啊，如果坐着车就能看到，云山矿业3年前就关门大吉了。走。啊。啥事啊？不能在电话里说。矿山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你指的是？哦，嗨，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吧，青山秀水，不留一点污染的痕迹。嗯，一定是刚有人做过手脚，听村民说排污口就在这里。啊，跑什么？那些都是云山矿业雇的社会闲杂人员，专门巡山护矿，不能被他们抓住。哦，站住！站住！快快，让我去抓住他们。他们都是深受污染之害的农民。那个50多岁的叫长老虎，以前是矿工，后来得了一种怪病，喘得没法干了，就被胡大海派到这里。
平时他们像游击队似的藏在树林里，只要是有人靠近，他们就往死里打。让你们几个别打牌，别打牌，偏不听，又让那个女记者给跑了吧？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对得起胡总开的那份工资吗？每个人10000块钱呢，比工长的工资都高，一群废物。走，回去再找找，抓住了狠狠地打，快走。走。脚怎么样？崴得严重吗？别说话。啊？笑什么？刚才我俩那一幕像什么？像什么？猪八戒背媳妇啊！别不正经，说话注意影响。开开玩笑嘛，那年你不也是这样背赵璇的？亏你还想得起来。哼，你难道忘了？你和赵璇不会是？挺好啊。很多同学说你俩都快离了。胡说八道，我俩挺好的。我有那么可怕吗？如果你俩感情要真好，就不怕想插足的第三者。记得吗？云山矿业上马前，大泥沟的景色非常迷人。当然记得了，咱们系的人还组织来这里春游。对，你和赵璇应该就是那次春游私定终身的。那时候沟底水潭里还有野生的娃娃鱼，如今这里都变化了，水臭了，娃娃鱼死了，山空了，树枯了，天灰了，人富了，健康没了。可你说他们往大泥沟里排污，咱们今天什么也没发现。看这个你就明白了。大泥沟，这山头，这溪流，你都熟悉吧？这些都是先前暗访的照片。还有，得长老虎那种怪病的人多的是，但大部分都已经埋进黄土了。最让人心痛的是，他们比胡大海更害怕关亭矿山。他们是穷怕了。胡大海的能力很大的，我写的关于云山矿业的报道都已经排版开印了，又被主编给撤了下来。我们报社领导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的新闻稿件与省委建设和经济强省的战略不搭调，没有正能量，全是绊脚石。所以你就暗访？我都伪装成那样了，还逃不过胡大海的法眼。他的手下跟幽灵似的跟着我，他们花重金收买我行不通，就来邪的。不过我江珊珊也不是吓大的，这一次我要把证据搞扎实了，直接去环保部。我就不信了关停不了云山矿业。哎，给老同学一个面子，先不要这样做好吗？为什么？难道你和那些庸官一样，为 GDP 和个人仕途不惜牺牲子孙后代的健康？请相信我，我一定还云头山一个青山绿水。众所周知，云头山的财政是矿产财政，然而和老百姓的日子却不在一个步调上。70%的老百姓头上都扣着一顶沉重的贫困帽子。更为痛心的是，我们的财政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就毁掉了一处青山绿水。这纵观来看， GDP 是上升了，经济发展，可这是自杀式的发展，老百姓却没得到任何的实惠，致使很多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讨生活，留下一些空巢老人和儿童的根本原因。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大家都思考过吗？我建议
重新抽调干部，成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帮扶工作小组，制定科学精准的帮扶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帮老乡们寻找路子，搭建平台，改建基础设施，支持支柱产业，而且要负责到底。凡是完不成工作的工作组，所有的人员晋升考核实行一票否决，这样才能够促进农民工的增收，脱贫致富，让那些飘在外面的人早日回到老人和孩子们的身边。乡亲们，在家千日好，在外日日难，这个道理都知道。这但凡家里有吃有喝，谁还愿意出来打工讨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是我们政府的工作没做好，没带领乡亲们出来创业致富。在这里，我王云东表个态，咱们县里的创业扶持工程已经正式启动。王乡长，要不是不得已，谁愿意跑出来受这份罪啊？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哪个都得要用钱呢，不出来打工怎么办？只要我们用心地去对待那块土地，我保证你们的收入不比这儿低。县长，只要政府每个月给我们发工资，我们马上给你回去。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的臭不要脸的，怎么跟县长说话呢？要钱有用，要脸有屁用。走。妈妈，妈妈，豆花，妈妈在这儿呢。不行，我要叫妈妈，我要叫妈妈，我要叫妈妈。你气坏你这孩子！别吵，我愿意跟县长回去，这个工程我也不想干了，再不回去，孩子都该不认得我了。就是，我们听县长的话，跟县长回去。这民生石油工程动员会上的情况我都听说了，我没看错，你王云龙果真是个敢说敢做的人。哎，这云头山的虚假繁荣早就应该被捅破了，只是我一直没有那个勇气，一直也不忍心呢，那毕竟是我一手造出来的。贾书记，您在短短的几年当中能把全市最穷的县变成财政收入最高的县，已经是个奇迹了。错，当我看到留守儿童三兄妹自杀的那条消息之后，我心痛了好久啊。财政收入说明不了什么，老百姓富了才是真正的富啊。我到人那天云上寨前也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不过不是自杀，是吃了有毒的河鱼。这河鱼怎么会有毒啊？就是污染，砷的含量超标100倍。被什么污染的呀？难道是云山矿业？不会呀，那云上镇和矿山之间隔了好几个乡镇呢。江书记，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看一下这个。这云山矿业是我一手抓起来的企业啊，我成了毁掉云头山这青山绿水的罪魁祸首啊。江书记，你也别这么说，这毁掉青山绿水的其实就是一个穷字。你说当时的情况，谁在云头山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开采的，况且这云山矿业也确实为咱们云头山做出巨大的贡献。管云山矿业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停止这种自杀式的开采。你知道吗，李江涛在升任县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县长之前，他本来就是云山矿业的董事长。这云山矿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到成为全县的纳税大户，
都是他和胡大海两个人一步步的奋斗出来的。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坚决的支持你。这事儿你千万不能操之过急。这云山矿业是云头山的一大经济支柱，同时也是附近好几个乡镇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下手太急，势必会引起大的风波。你眼下还只是代理县长，还要过年终民主测评这一关。我知道，现在最当紧的就是堵住新增矿业的审批注册，多为老百姓找一些出路，让外面的人早日回到工厂老人和留守儿童的身边。蒋书记，我想跟您汇报一件事儿。王先生来的第一天就挡住了景观工程。我知道了，他挡得对。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王云龙可是我厚着脸向市里要来的。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王云龙同志。你说的要是心里话，我就放心了。蒋书记，我预感到王县长要拿我们云山矿业开刀。你不觉得被我们毁坏的千疮百孔的云头山的生态环境也该好好治理治理了吗？大海啊，你们云山矿业这次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乌鸦尚且懂得反哺，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啊。蒋书记您放心，要钱出钱，要人出人，云山矿业绝不说半个不字。小心手伤啊。你去找蒋正权了？嗯。你还真会找人，要不是他，云头山肯定还像十年前一样美丽如画。你也不能太偏激啊，那想当年云头山穷得叮当响，那换作是你，你也会这么做的。他会同意你关停云山矿业吗？会的。本来市里让我去环保局，是他软磨硬泡让书记改变的主意。真的？嗯。只可惜他再也做不出医院了，他得了肺癌晚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他不让我告诉别人。妈妈吃豆花，乖。豆花，我一定会让你的爸爸妈妈回到你的身边的。别老干这些龌龊事儿。好，算我多事。可你知道，在王云龙的影响下，蒋书记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哎，看来云盛要开矿，王县长这一关都过不了。不过我就不懂了，蒋书记从市委要来的，竟是云通发展的绊脚石啊！不要那么悲观。王县长现在是云头山的当家人，柴米油盐贵，他哪能不知道啊？据我了解，派出动员民工返乡的工作小组处处碰壁，没人愿意回来。修好的梯田，建好的养殖场，复耕的茶厂，还真成个摆设。县财政支出了那么多钱，全部打了水漂，我看王云龙怎么向市委交代。这引水工程一旦竣工，老乡
立马回来。你说。嗨，我来替赵镇长说，开矿，乡亲们就会立马返乡。只要云上开矿，乡亲们的钱袋子就会鼓起来，这云上镇也会旧貌换新颜。这就是你赵镇长最真实的想法。哎，我知道县长不同意在云上开矿。要我说呀，云上一旦开矿，这生态环境肯定被破坏，没了健康还谈啥发展？所以我觉得钱与健康，我宁愿选择健康。这要发展就得付出，云山矿业挖矿十几年了，周围村子都富得流油，没听说一个人因为采矿得了绝症的。你这啥观点？真是的，又是一个自杀式发展的干部，这要听说就晚了。一个镇长的眼光还没有一个村长的长远。可怜戴琳走前，一个儿女也没在身边。比较传统的舞蹈。嗯，好啊。是从4800年的古树摘下舞蹈。嗯，我终于明白了，这片土地魅力无穷啊。吴总既然喜欢我们云头山，那就投资进来吧。啊，我调查过，农户的积极性不高，劳动力不足，所以我们要筑巢引凤，让农户呢多尝一些甜头，这飘在外边的人自然也就回来了。 啊对，报告县长，我家愿意种20亩茶。你看看，谁说我们农户的积极性不高啊。嗯，来，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考察调研贵州扶贫的指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乡村振兴。下步我们将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包谷地、高棒田、望天田都用来种茶，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哎，你看这兔子。豆花。爸爸。哎，哎呦，呵，又变重了，又变漂亮。瞧我给你带什么了。棒棒糖。看豆花看你比看我们还亲呢。是啊，你和豆花爸如果再不回来，就彻底成我女儿了。教授辛苦了。哎，先生辛苦，我看到你跟老百姓相处那么好，我这作为老师心里高兴，再苦再累都值得。大家辛苦。县长辛苦了。请进。王县长。好，白小姐请坐。王县长，后天是我们云矿集团关爱老人和儿童的中秋节茶话会活动，我们隆重邀请您在百忙中作为贵宾领导出席。云山矿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办这样的中秋节，这种善举实在令人感动，我尽量抽出时间参加。谢谢王县长。那可一定要来呀。白小姐不会就为此事专程跑一趟吧？那自然不是，我们胡老板还请王县长多多关照我们云上集团云上子公司的项目。这恐怕不行，现在立项批建高耗能高污染的采矿产业，不符合中央去产能的相关政策。小杨，
今天下午把这张请柬和银行卡送到纪委登记备案。好的，您放心。哎，老虎叔，公司要带你去昆明看病，你为什么不去啊？去个屁，这抽烟的人谁不咳嗽呀？再说了，这一旦住了院，每个月10000的工资谁还给我开呀？不能再拖了，我有想法，让我爸爸联系几个他们医院的专家来云头山的学校、企业还有矿区的乡镇义诊。嗯，借此去云山矿业取证。你最好以县长的名义给胡大海打声招呼，以防他们不让专家进去。好，就这么办。胡总，都找到了，全是撞得像牛一样的工人。给专家准备红包了吗？准备了，可是那些老顽固都不肯收。都给我盯紧点啊，出半点纰漏拿你们10万。是，好的，胡总。我们要按照建设世界大茶园、创办精致小茶厂的理念来思考规划建设，以古茶子化石为依托，用大数据、云计算、大健康的理念来做，你敢想多大，他就应该能做多大。我们云头大山必将成为一个亮丽的世界大茶园，使家家户户呢，能够家家有茶园，户户有茶庄，人人吃茶饭，个个奔小康。而对于茶企业来说，又是小投入大收益。县长有这样的构想，不做商人，屈才了。吴总过奖了，我接个电话。好，吴总，你看，咱这边这山上全是普洱火，多漂亮！你看这边啊，这都是。喂，不错。吴总，我们下一步计划是再建一个水果采摘园。好，我马上过去。好想法啊，赵镇长，我这边出了点急事，吴总这边就交给你了。行，好，来，吴总，您去忙。好。王县长，这是我们新出的茶叶，您尝一下。哎，怎么回事？兔子全死光了，养兔子的草是有毒的，水也是有毒的。王县长，检验结果出来了。我们送检的水和草料中的砷、铅等重金属严重超标，应该是导致这批兔子大量死亡的原因。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投进去的80000多元全打水漂了。初步估算，全村养殖户损失近100多万元呢。不是你们的错，都是被云山矿业给坑了。你们一切的损失由县政府承担。凭什么政府买单？新的环保规定是谁污染谁付费，让云山矿业赔偿你们。请进。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坐。还坐？天都要塌了！专家们义诊结果出来了，云山矿业100个工人中查出有6名由污染造成的绝症，大泥沟村人更多，有11人。今天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一项，
关停云山矿业在全县所有的生产矿山。县委县政府做出此决定，是依据省市环保部门昨天下午下达的停产整顿建议书。你怎么不说话？这工人都要闹起来了。你我一手打造的矿业王国，就要被王云龙这小子给查封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给蒋正权打电话，我就不信蒋正权能容忍这小子无法无天。你真是瞎胡闹！蒋书记现在正在急救室抢救呢。我瞎胡闹？那你说怎么办？只不过是停产整顿，让工人们忍一忍。忍？你倒是能韬光养晦，我忍不了，兔子急了还踹一脚，哼！王先生，你不能关停云山矿业。为什么？请胡总给我个理由。算我求你了，你要的理由我都有。这么多年来，云山矿业对云头山的财政贡献，得有功劳吧？您来上人，不能一点情义都不讲。我这么多的矿工，他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啊？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云山矿的确为云头山的税收大户。县委县政府得通盘考虑全县的宏观发展，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势在必行。这符合党中央及省市的相关政策。云山矿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已经为云头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县政府再不痛下决心，那就是祸害百姓，贻害子孙。至于你说的那些矿业工人，90%以上全是当地的民工，都有自己的土地，不会因为你的矿山停业而失业。好，王县长真要摆谱是吧？事关民生大计，我王云龙不敢容情。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欠考虑啊？刚才胡大海来发了一通火，我也没办法，我们别无选择。你知道这次云上寨的孩子们为什么会食物中毒吗？就是因为吃了云山矿业排放污水污染的河鱼，这已经构成了安全责任事故。还有养殖场的长毛兔也是因为用了河水全部死亡。还有这次的工人体检，你知道查出几个癌症？6个。癌症病人到处都有，你怎么就能断定这6个人的癌症是因为污染引发的呢？你知道蒋书记患肺癌的事吗？肺癌？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家族病史。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工业污染。蒋书记的性格我清楚，这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给我一句实话，因为建厂初期他是不是经常在打泥沟？吃在哪里，住在哪里？乡亲们，我知道咱们是被穷日子给过怕了，但是咱不能为了口袋里的钱把健康搭上。这健康要是没了，我们要钱有啥用？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今天就要你一句话，这矿上的封条是拆还是不拆？这绝不能拆呀、啊！一定要拆！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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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都给我住手！住手！蒋书记来了！蒋书记来了！蒋书记来了！来，慢点。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几天不在就这样本事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事儿跟王县长无关，是我让他这么干的。这云
云山矿业，是我和李书记领着咱们大家伙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年产值达到10亿。做出疯狂决定的时候，我就不痛苦吗？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痛苦。但是这个矿今天必须得停下来，你们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是肺癌，晚期了。这个病就是我只片面的追求 GDP 的报应，是污染造成的。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得了这种病，我也绝不会做出疯狂的决定。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当中也有人得了这个病，张老火，你敢说你没得这个病吗？我这就可以肯定是云山矿业的污染造成的。江书记，你别激动。乡亲们呢，多为子孙后代想想吧，别让咱们的大逆口变成了癌症口，别让咱们的云头山县变成了癌症县啊。蒋书记，蒋书记，前期做好乡亲们思想规划，把土壤的改造抓起来。是，县长，豆花吗？你们来啦。县长，这片土地会不会污染？这养兔怎么办呢？请乡亲们放心，县里边已经请专家对这个土壤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水源也得换呢。赵镇长，哎，饮水工程怎么样？这工程已经快完成了，不过没钱又停下来了。县里不是研究批复了资金吗？你没有去财政局。我爱人总不叫醒我呀。啊，喂，你骗我的吧？真的？好，我马上过去。赵镇长，你在这里等吴田啊。小杨，跟我回县城。好，快点。你说爸爸能和我们一起回深圳吗？妈妈，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理我呀？妈妈什么也没有想，有点累了。
明明。爸爸。哎，想爸爸没？嗯。好。明明，让杨叔叔带你去楼下餐厅吃饭，妈妈点了你喜欢吃的东西，妈妈和爸爸一会儿下来好吗？好啊，妈妈。好，去吧。小杨，明明下楼了，你带她去餐厅吃饭啊。来之前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特快专递寄到深圳，连寄三次。赵璇，你听我解释。别解释，我不关心照片真伪。哎哎，赵璇，我先走了。我在云山酒店开了房间，你签好后给我。哎，赵璇，别追，拉拉扯扯的，影响你县长的形象。喂，王县长，市委来人了，让你马上到政府小会议室开会。我知道了。你好，我是省委组织部三室，这位陈监察员，省纪委一室的。我猜出来了，算是双规吗？不是，根据党的干部任前审查程序，我们近期收到关于你的举报信，有些情况我们想找你核实一下。是这些问题吧？我爱人也收到一份。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好，只要组织上需要，我全力配合。政府工作暂时由李江涛同志主持。好，我服从市委的决定。什么？王云龙年终民主测评考核为不称职？这怎么可能啊？高书记呢？是，组织上是接到了举报王云龙严重违纪的信件，可不是已经都查清楚了吗？那信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呀。开工了。你一片担心，却遭到排挤。要是换做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这很正常，触碰利益比触动灵魂往往还要难。老实说，你是不是也参与了他们的密谋，在云上开矿？以前是怪我没想清楚，现在我想明白了，绝不允许他们胡来。可他们又让云山矿业开工了，这下县长要走，谁还能拦住他？谁说我要走了？不走。这市委不是要重新调整您的职务吗？对啊，我离不开这云头山，等做完最后一件事。这些天都躲哪去了？害怕就不要做。十几年了，还是那么冷傲。你比十几年前漂亮了，恋爱中的女人都很漂亮。对，不想说点什么吗？不想。看来我得祝福你了。我现在知道了，她为什么不愿意辞职来深圳。你不知道，女儿都三岁了。别跟我说你们很干净。你怎么想都行，今天太晚了，明天带你去看我们可爱的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放过我们？毕业的时候我就说过，
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不会放弃。执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女儿知道，你是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点别摔着了。哎呀，珊珊妹子你来啦。嗯，给你们介绍一下，王县长的前妻。你好。你好你好。我跟您说呀，王县长和珊珊妹子那可真是好人呐，要不是因为有他们俩呀，我们家豆花和豆花奶奶那可就豆花看见他们俩呀比看见我们俩还亲呢。这么好的人都敢陷害，一群王八蛋。就是，还说我们豆花是王县长的私生女。哎呦，这给我气的。为了向那个调查组证明我们王县长的清白，我俩特意带着豆花去省城去做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DNA。 瞎说什么啊，那叫 DNA， 也就是亲子鉴定，结果我都带身上了，见人就给看，一定要把王县长的名声给赎回来。嗯，要不要陪我去做个鉴定？你这样有意思吗？有意思，可我还是要对你说那句话，我不会放弃的。你应该看出来了，他和我谁也离不开这里的大山。是吗？我和高主任把县城翻了个底朝天，为谁都是没见着。是几个查对点我也都找了，没有。这别的地方王县长也不可能去啊。跟妈妈走。李书记，王副书记的电话还是打不通，我们如何回复市委组织部？问问云上镇，那是他的工作联系点。我们问了，他不在。给云上村打电话了吗？也打了，王天乐主任的电话也是关机状态。奇怪了，王副书记会去哪儿呢？他总得打个招呼啊。这王副书记该不会是因此失联了吧？别瞎说，没有根据的事儿。嗯。妈妈，这不是大山沟，哪有爸爸？明明，看到瀑布上面的小桥了吗？当年，爸爸就是背着妈妈从小桥走过去的。这就是你和云农当年定情的地方。既然你还爱着他，为什么还要逼着他呢？我只是不想失去他，我只希望他能陪在我和孩子身边。人不能太自私，这一点你就配不上云农。特大号外啊，王云龙已经失联3天了，市委都找不着人，现在各方都在捂着盖子，李江涛主任云头山的时代就要到了，我们又要大展宏图了。好，好，来，大家干了这杯，干！明明，肚子饿了吧？吃的来喽！今天我们很荣幸地有请到了我们的嘉宾王云农先生和我们的导师李老师。妈妈，爸爸在电视上。大家好，我是王云农。刚才我们通过短片可以看到，我们创业的项目理念十分的明了。您若投资云上茶叶，
就是投资健康、营销健康、分享健康，不愁没有市场。严格的说，你今天向我们投资人推介的不仅仅是一项创业。我向投资人提供的舞台，不是一栋厂房，不是一家卖场，更不是一项新型技术产品，而是一片新型的天地。江书记，我向您检讨，云头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挨了市委领导的严重批评，我负主要责任。可是王副书记也不能不打声招呼就一走了之啊，这样影响多不好。现在坊间的传闻纷纷扬扬，说王副书记已经失联了。净瞎扯淡！我跟你说啊，云龙已经向我请过假了。他是带着那个云商镇的王天乐，去参加那个智慧创业节目去了。你呀，赶紧打开电视看看吧。啊，好，行。受益者是数十万云头山的老百姓，当然，也有很多社会感很强的企业投资人，因此，我们把创业当作是事业来做，收益非常的长远。很明显，你今天是来向全国的投资人推荐你们云头山县的茶产业的。那么你们预计的融资额是多少呢？我们计划融资10亿。10亿？哼，投资人又不傻，谁当这个冤大头？王云龙啊，王云龙，你可真够能折腾，幸亏你当不成云头山的县长。这云上镇要开矿，立马变富，这种茶嘛，3年5载没什么前途。就是外界评论，荣大的这次大动作不是商业投资，而是扶贫。没错，我们就是扶贫开发，为云头开发新的产业，为荣大开发新的发展领域。30亿元的商业投资，荣大不可能盲目，而是精准投入。一是要培育云头山的优势产业生态大茶园，这一项我们预计投放10亿，用产业带动农民种茶，脱贫致富。二，异地搬迁拔穷根建新居，帮助云头山人融入荣大扶持的生态大茶园、生态农牧基地、长毛兔养殖基地等等，既能解决他们在家门口就业难的问题，还能消除留守老人儿童所带来的社会负担，一举多得。因此在这一项上我们打算用10亿来做。三，培育农业产业市场，引导扶助农业合作社与电商的合作发展新模式，这一项预算是5亿。第四，扶贫兼扶智，这是一项智力投资，我们打算用5亿大力的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补齐教育短板，为我们荣大在云头山做大新兴产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你们为荣大工作，荣大为你们圆梦。喂，喂，在哪儿啊？喂，这么大的动作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不是也没告诉我你另一个身份吗？荣大控股集团的投资顾问。不过这次为云头山融资成功全是你的功劳。是，我曾经在南方财经杂志做总编，担任多家企业的投资顾问。这很平常，跟你说吧，看你上智慧创业节目的时候，吴总突然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跟我说他到云头山考察过市场，只是下定不了决心。我也只是给了他一点建议，他最后给你投资了。太兴奋了，上完节目第二天，吴总又把投资额追加成30亿，要全方位打造云头山茶叶和旅游业品牌。一个有社会责任、有创业战略的企业家就是不一样。拒绝了人家60万，却争取来30亿，你也不一样。轩，谢谢，我爱你。亲爱的，
我也爱你。谢谢高书记。云农啊，县长当不成就想破罐子破摔？高书记，严中测评不过关，市委要调整我的任职，我不想离开云头山这片土地，辞职是想留下来专心的经营茶产。大丈夫之举，拿得起放得下，算我错怪你了。都怪我草率冲动，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你是可以掌控全局的，我们已经提请省委批准你接任蒋正权，担任云头山县委书记职务。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肯定。只要全县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云头山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务必将大有作为，大展宏图。你是胡大海吗？我是啊。胡大海，灵山矿业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致使两名儿童重度昏迷，多人中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还涉嫌行贿、诽谤领导干部等违法犯罪行为，请跟我们走吧。